服装特辑又来了。MC 们都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扮相的呢？穿了一个大概吧。陈哥，这个是我们明天要录的那个主题的服装。对啊，因为这次是奇幻旅程，所以每一次的这个服装主题和人物设定都很特殊。那你觉得明天穿这套大概？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是个将军大老爷。不知道，应该这是应该是个文官吧？文官，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个文官。你觉得能给我穿更好的明天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一季的身份都比较特殊，而且现在都已经小片都已经不拍了。哎，小片都是不拍了，现在就怕提前露馅，因为大家经验太丰富了，谁什么迟到一会儿，谁中间什么出去干点别的，马上就猜到会有什么事。看看我这套衣服，这个服装能够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的身份。这是我们明天的服装。凯哥，你觉得明天这套服装会是什么主题？明天我一定是一个古装偶像剧的男主角。哦今天只是给大家浅浅的展示一下啊，这只是我的外套，还没有全装啊。明天我会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的打扮好，让你看一看我古偶的气质。来个古偶的出场。一定要把这口气录进去。明天就是一个帅，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帅。这腰围。瘦不瘦？行。主打的就是一个帅，看看下边露的腿。侠女，侠女，对呀，还有斗篷。哎呦，然后明天就是游戏之后，可以把它摘了，贼帅。他现在骨快。锦衣卫，就确实有点像当差的那种，那挺飒的，嗯，很英气。对，而且还是蓝色。你有没有猜测一下明天是什么主题？主题，明天应该就是那种，我都开始有点脑子里有那种沙爹，他应该是什么造型？他应该有个帽子，然后有一把羽扇，然后他应该会这么出场。你给我做的这是什么人物？这不能说，他说不了，我要亲密交代了，不能说。但我好像看出来了呢，哦，像秦始皇呢？啊？有吗？也没有。我是熟读历史啊。不。虽然你们没有给我拿那个帽子，但是我已经从这个腰带和服饰上已经感觉到了。裙子呢？裙子在里，那裙子，皇上的裙子都穿完了，你。看不出裙子，就在外头。裙子外头，裙子外头。那我还得进去。你就这样吧，你先试试。出场动作就这样。预定的这个身份啊。走到他们几个面前之后，起来吧，拉出去，好好款待。但一般好像好男里面，就是王者的身份，好像都是有一些任务，是吗？就是确实明天有任务，李晨、郑恺、范丞丞和周深他们四个男的全程不能让我脚落地，有一个轿子，他们四个全程满街跑抬着我，一旦这个轿子给我放到地上了，我手里有个皮鞭。怎么样，这身我的这个古装扮相，我这一看就是这个，有一种哪个丞相的那种感觉，非常官儿很大的感觉，感觉我比较像一个锦衣卫的那种，或者要不然就是我保别人，要不然就别人保护我，反正有一丝武将的感觉，也有一丝这种，这个就取决于我这明天的这个发饰是什么，希望自己是文将。为啥呀？因为文将。不用那么的，对啊。这一身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感觉很热，感觉很不一样。因为我其实没有怎么穿过古装的，就穿过两三次吧，次数其实不多。你觉得像个什么角色？我猜测一下，就真身的。我觉得怎么也得是个巨蟒吧。巨蟒，会不会把整个巨蟒扣死？
君王一般会摆 pose 吗？君王才不会听你的指挥，君王才不会在上机面前穿个类似裙子的，也不会发出这种声音啊，君王。要评价，很帅耶！你看，别，是个老师，一秒垮掉，突然掉档。你是何人在这拍摄本王？你猜。你又是何人？一秒入戏。而且我发现古代人说话一定要播音腔。穿着这身衣服，不知不觉我的声音都浑厚了些许。期待我们《奔跑吧》第十一季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快乐。真是假？很帅。录了这么多期，你比较喜欢哪种主题的？哦，我觉得今年咱们的主题是奇幻旅程嘛，我还就是像咱们扑克那一期，我就特别有趣，而且甚至都有一点点沉浸式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就是镜中人那一期，所以有这种有点点迷幻色彩的这类似的，我都很有兴趣。虽然我可能会些许担心害怕，但是很享受其中。担心害怕什么呀？怕黑呀，怕被吓呀，怕被骗啊，怕撕不赢别人啊，怕好多。但是开心享受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就觉得是平时生活中接触不到的。那快来看看他们古装潇洒美丽的样子吧。瞅着这个梳子，什么造型都可爱。梳子。快啊！有我当年的风采。说了，今儿什么身份啊？三八一，来抓紧时间先发育。